天哪！我的个天哪！我起来上厕所，我发现工作室的灯跟院子的灯都没有关。4:43，灯全亮着。我的个神呐！我也没睡，我就说上个厕所睡觉，灯都还亮着。他妈的人才啊！准备完了。人才啊！几点了？都5点了，大哥。啊？你这是要造孽吗？准备打完了。不是5点你都还不回去，你还在搞。嗯。我就佩服你，你饿吗了？不饿吗？你饿有螺蛳粉吃啊？你就不能明天起来做吗？这神经病的在加班，哎呦受不了！哎，我也吃点药，我也病得不轻了，我感觉。你现在瘦了，我不管你了，不，我跟你说，嗯，准备完，早点睡不行。哎呀，水又没有，不容易。现在这些人都不容易，3更半夜还在搞。哎，肚子痛，搞得我睡不着。看看王爱荣，明天我要给你搞个背背佳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嗯，这腰都驼了，跟你说，你不要。不要老练，哎，库存风就库存风呗。太不容易了，一个人干几台电脑的活，我去，累不累？我操！哎呦。跟着我这受苦受难受罪嘛的，白天搬砖晚上加班，哎，还有多久？快了。我从我进门开始就快到现在。哎，找到吃的了。不对，我饿了。早饭都打呼噜了，我说这么大一个，是啊，我怎么吃得完？不容易，没熬夜，天都黑。发现我特别幸运，能够有你们，搞不搞？不要。确定不要？嗯，现在不想吃。啊，好了，刚吃完药。你干嘛要下来？我上厕所，我看这个灯全亮着，不怪啊。
欢这家打呼噜咕咕响。嗯，小微微又发烧。妈妈一个晚上起来五六次，每天都这样，长一个牙齿发一次烧。别倒啊，你倒出来干什么？你现在倒出来，你在这里坐半个小时啊？放这里给他，很快的，这个电脑快啊。嗯，好，那不用。还有十分钟可以睡觉了吧？嗯。很快啊。带钥匙没？带了。五分钟。我陪你呗。哎，各行各业不容易。我，反正我特别幸运的就是，哎，有他们。有事做的时候，要做事的时候，加班多晚都做。人是相互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好，就是真的好。嗯，晚安。等一下做完了，我们就去睡觉。拜拜。